随机开盲盒吃各种圣诞美食。我看你挺圣诞，第一个肯定挑这个最大的开了。24号，嚯，一个小熊，还有张纸条，和小助理用嘴扯牛牛糖。此时我的心情就像你手机里第10个表情包，发来我看看是啥。吃圣诞树，哇，扯牛牛糖，3、2、1开始。不争不抢，我的还最多，起开吧你。这棵树真是应有尽有啊。好看的东西吃起来都很下饭。车厘子也是飘甜，像这西兰花啥的就给你吃吧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哎，吃吃吃吃吃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哎呦！幸运数字是9，那就来一个9吧。哇，一颗糖果哎，也有一张纸条。糖果先吃了。和小助理比赛无表情吃酸黄瓜糖。幸运物。这个能有多酸吗？跟薄荷糖似的。你这是？一个算啥？浅浅给你们来上3个。酸吗？酸吗？有酸味吗？我投降了，我投降了。哪里酸了？不酸呀！哎呀，赶紧让我甜一下。哎，还是最好吃。这一次来个12，老规矩，先把小爱心吃了，然后看纸条，用嘴扯纸。明明是和小助理。来，3、2、1看。辣眼睛，辣眼睛。那我就吃了。不光颜值在线，味道还挺好。这可不就是今日份最佳吗？这还挺自觉啊。来来来，盲选吃各种奇葩糖果。今天又奇葩上了，长得还真是一毛一样。这个，挑战猫不动吃糖果。此时我的心情就像你手机里第6个表情包，发给我看看是啥。是它吗？这都准备吃上了。咱俩商量商量，你别动，让我多吃两口，行不行？1、2、3，木头人，好，保持住啊，保持住，保持住，保持住。还别说，他还挺给力的。哎，动了！这会儿你咋这么乖，咋不动啊？来，继续选这个。哎呦，这啥呀？竟然还是各种口味的怪味糖，有臭鸡蛋味、死鱼味，还有洗碗水味、呕吐味。可千万别让我转到它，洗碗水或者是生日蛋糕味。我选这个吧。我竟然选到了生日蛋糕味，看来幸运女神还是眷顾我的嘛。再转一次，你看我出糗不罢休呗。梨子味和鼻屎味，这个吧。中招了！我的鼻屎好吃吗？还是咸咸的味道，不好吃。这次的糖果好吃得很，且选且珍惜。这个这么重呢？我又不傻。这是个啥呀？3次机会，选到同样的图案就可以吃。玉米，1次机会，往下找一下，剩1次机会了。难道我今天是要吃不到了？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这个一定是，这个一定是。算你走运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糖果，还让我费劲巴拉的。现在早上10点，你看到这个视频几点了？来闭眼，盲选餐具，吃圆形食物。这个这么大，可以好好吃一顿了。中秋巧克力蛋糕，用这吃就是绝配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夹子？哎呀妈呀！就这一小夹一小夹，吃到啥时候了？我能直接上嘴吗？不能。话说我这足球为什么是个半圆的？那一半是被你吃了。那这半我也帮你吃了。此时我心情就像你手机里第1个表情包。这个可是好东西。哇，这不是趣多多爆豆曲奇？我可是种草好久了。先来试试这个巧克力味的。哇，饼皮有点酥软，里面也是软糯糯的内馅，味道浓郁的巧克力味道。看起来又诱人又有质感，一口就能体验到3重口感，外酥里糯，满足满足。我尝尝，怎么又拿我的？哎，没事，这还有个牛奶蔓越莓味的。哇，噔噔噔噔，嚯，这款外形圆鼓鼓的，像个菠萝包，非常可爱。外酥里糯，奶味超浓郁，而且甜度也刚刚好。看这个超大力的蔓越莓，每一口都能吃到，酸酸甜甜的，而且1盒6个都是单独包装，方便携带，很适合用来当下午茶。不错不错。你把你的手当夹子了？芝麻糊，这是圆形食物。这是什么形状？圆的。我大个夹子，让你吃个美，赶紧吃。
吃着咋这么像一种东西呢？这牙黑黑的感觉，来，你给我全吃。冷不冷？冷啊。那就盲选吃各种带冰的食物。此时我的心情就像你手机里第二个表情包，我看看是啥。嗯，又来了，用嘴扯多少吃多少。用啥扯？这个。准备好了没？嗯。他赢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允许你各舔一口。嗯，味道真好，吹一口，吹一口，吹一口，牙口还不太好，赶紧赶紧，细多少吃多少，长得这么别致，耶！吸管来了，你嘴大，给你多来点，三二一开始。我的少，这个就是我的了。给我舔一口总行吗？想得美，超级正的菠萝味儿。哇，这么一口就没了。这次我来看看选哪个。这个还挺重的，那就这个吧。一分钟内谁写粉丝名字写的多，谁就可以吃。那吃啥呀？先写名字，行了再说。从这里开始写，三、二，开始呗。一，开始。好多字都不会写，你是不是也不会写？我估计你也不太会写吧。你耍赖，不带你这样吧。好，一分钟到了，咱们就是说谁赢了，是不是一目了然？还在这样呢？拿来吧你，谁冬天可以拒绝这么一串糖葫芦呢？是不是有点过嘴？甜丝丝的，就像初恋的感觉。来，盲选吃各种冰冻巧克力食物。嗯，这粉粉嫩嫩的，还挺少女心。我给你。跟闺蜜用嘴扯多少声？我才不要呢。收到，收到。此时我的心情就像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，发来我看看是啥。哎呀，法式巧克力鹅肝，不知道用嘴先扯啊。闻着有真不好闻。我也吃了，放那。三，哎，开始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这么长，哎呀，毕竟我这么仁慈，给你舔一口吧。没舔住，没事，过来给你舔舔。快快快，选一个吧。嗯，靠你这边这个绝对是好的，这个不要。堆的高，吃大的。啊，来吧，一人一盒，开堆。你两层，我四层，那么这个大的就是我的了。嗯。来一口，你也来一口。啊，不用，来一口吧，来一口吧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这次你信我，我替你选一个。那我不信你，我就要这个。啊，这橙色纸啊，这舌头疼。光扯吃啥呀？赢了再说。二一开始。胜负明显的已定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明明说的是扯的手的吃，到手的冰山熔岩飞了。谢谢。我能不能也舔一口？不能。你确定啊？嗯。这最后小丑竟然是我自己。人生处处是套路。